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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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依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不受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世。乃三世诸佛敬业正因，我等谨守修行。好，大家欢迎。昨天我们学习的周公禅师在三世经念一开始开始我们的四句偈。昨天我们学习觉海虚空起，娑婆一浪流。像接下来两句呢是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如果大家把这四句偈理解了，那我们真的就是往生成佛了。觉海呢就是我们的性海，就是我们的知性那么虚空起呢就是我们的知性起作用。那么大家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大海，看没看过大海没看过大海呢可以看湖还有大湖也可以，还有水库也可以那么我们拿这个做比喻这个觉海呢就好比大海这个虚空起呢就好比一个海水的起作用那么海水起作用就会现出波浪就会现出波浪，那我们自性起作用就会有波动就会有波动，那么这个波动呢如果是相应的是无助的呢，那么这个就没有后果如果这个波动啊是跟自性相悖的就会有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我们起心动念的波动后果是什么呢，如果不相应的后果就是娑婆，就是六道轮回那么我去山东还有福建广东的汕头去海上参加法会去做那个三世纪念法会能够希望能够救到那个水族的生灵那么我们到大海上去看呢真的你也能悟到所以说佛法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去关照我们叫观什么呢，就是说水呀水大海的水，水是没有波浪的那个水的性呢是湿的，水的性是湿的但是呢水能够起波浪它就能起波浪它遇缘就会起波浪那个水的湿性呢就叫我们的就跟我们的佛性是一样的它就能起作用，那我们这个佛性起作用啊它能够生善生恶，能生法界，能造法界。那个水的
私信起作用呢，它就能现出波浪。我们这样的关照一下就明白了，那个水起波浪，原因是因外缘而造成的，有风，水才能起波浪。那么见波浪呢，就应该见性，波浪是因为外面的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水，水起作用，这个湿性起作用现出来的波浪。那么觉海虚空起呢，就是说你的自性起作用，就是起心动念，有时间，有空间，然后有我，有我呢，有我所，这样呢，又到轮回，就开始了。佛法没有别的，就是让我们明心，明心见性。那我们看到海浪的时候，大海上起波浪的时候，那个我们凡夫啊，就会找波浪的相状，有很多人去观潮嘛，就找波浪的相状。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见性呢？就行者，周峰禅师讲的行者方能达前进，就我们修行人应该明白的，应该达前进。达什么前进呢？就是说波浪的性跟水的性是一个性，波浪是性起作用现的。那么我们见到波浪的时候，就应该见到了它的本体，本体叫什么？叫湿性，波浪的性也是湿的，海水的性也是湿的，我们要见性，见性就不执着波浪的相状了，因为波浪的相状是湿性欲缘起作用现的假象，时时能现象，我们就时时不住相，不住相就是清净，住相的就是染污。所以我们修行人从哪儿觉悟啊？从一切相。从一切相回过头来就叫离相，就见相不住相，离相。整个佛法修学就是离相之法，因为一切有相，结果人真心起用，变现出来的，非自性没有，是空性起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一切唯心造这个真理。我们了解了真心起用能造娑婆，能造极乐，那我们就要造极乐，不造娑婆，知道娑婆是怎么形成的。三途六道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跟幻象跟做梦是一样的，念念都在做噩梦，就是我们今天现前的大众，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其实干什么呢？一梦醒来，一梦中嘛，梦梦相连，总是空。但是大家没有悟到这个空而有形的、有相状的，都当成真的了，所以说都在做噩梦。我们正在做噩梦的，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了，越迷越深，越陷越苦，这是真的。古时候的人真的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善根比我们深厚多了，为什么呢？
妄想没有现在的人多啊。好教佛菩萨硬化到这个时间来，容易教我们啊。来一次就会有很多众生觉悟了，回头了啊。现在佛菩萨也到这个时间来了，来的多不多呢？很多很多的。大家看到出家人，看到三宝出家人，都是佛菩萨再来的。你怎么这么胆大，敢随便说呢？是啊，我就敢说了。为什么呀？它代表清净。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少佛菩萨呀？哎，每一个市每一个镇都有道场，那都是佛菩萨在表法。寺院里面三宝居住，那是表法的呀。你说我们好不好教啊？不好教。为什么呀？你不信呢？你不信奉三宝啊？就是你不想回头啊。你不信奉三宝，你就不想回头，不想回头你就是迷。迷了，越迷越深，越迷越苦。所以我们不是没人教，是我们不想学啊。学佛学佛吗？我们不想学佛，就是我们不想觉悟啊。所以说遍地是佛菩萨，六尘都在说法，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得度呢？啊，因为我们众生执着分别妄想的心太重了啊，就是老牛都拉不回来啊。所以现在的人不好度啊，现在的人没有感恩心啊。为什么我去哪儿跟大家讲要正信佛教，要礼敬三宝啊？我们现在的国家啊，领导人提倡啊，以德治国啊，弘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做有道德的人啊。国家领导能够提出来啊，让我们全民啊，全社会啊，共同来学习圣贤教育，做有道德的人啊。那么，这就是给我们一次得度的机会啊。如果我们把道德二字能够明了学明白了，那么我们个个人都得到了。这国家呀不控制我们啊学习传统文化啊，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用心来学啊。如果用心学的都能够圆满道德啊。所以啊，学习圣贤教育，学习佛法尤其的重要啊。我们今生来到这个世间，不能稀里糊涂的来，又迷迷糊糊的去了啊。稀里糊涂来造业，迷迷糊糊去的去收报啊，没有造业不收报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用真诚心啊，恭敬心啊，来学习佛法啊，这不是儿戏的。众生不好度，我们不要变成不好度的众生啊！怎样才能是诸佛菩萨所度的对象呢？就是要随顺诸佛的教诲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要随顺你的自信，跟你的自信相应，一念相应就是一念觉，就是一念佛。念念相应呢，就是念念佛啊。所以我们不能回头，确确实实啊，是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因为啊，他所想的，他所看的，都是绝对正确的啊。我们大家在佛的教诲里面不能得到利益的原因，就是我们任己见。昧理真啊，弟子规讲的，认为自己的对啊，自己的就是真理啊。所以说把佛菩萨圣贤教诲啊都当成迷信的啊，
所以这样的人他今生呢是不能得度的。他说佛菩萨的教诲是迷信，他说的是佛和现实，这样的人啊是非常可怕的啊，就是要我知我见。所以就是佛菩萨在世间也教不了我们，也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与他无缘啊。现在这个社会啊，人心呢、就是说道德沦丧啊，黑白颠倒，染污的太严重了。人就喜欢听好听的啊，你恭维的几句话呢他就非常高兴啊，都是理想主义者，不切合实际啊，跟现实呢你不相应啊，这个话说得好听了，哎，真难啊，真不容易啊，和回头啊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喜欢听好的，喜欢听好听的啊，不喜欢听现实实在的。释迦牟尼佛讲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啊，这是佛说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根性呢，除了净土法门之外啊，不可能有成就的啊，比如说修行正果啊，就是明了事实真相啊，去研究经教明了事实真相啊，还是没有用处，境界转不过来。同学们要知道啊，这个是末法时期灭佛成就啊，就是净土成就，其他的这一生我们可能浪费时间了。这是老实话呀，也就是说中峰国师所讲的我们无始劫来的妄想烦恼习气啊，你放不下啊，所以我们不能得度的原因就是你有你的执着啊，就是毛病习气啊，所以放下一分就得度一分，就自在一分啊，放不下，放不下呢我们今生就没有办法成就啊。说修佛干什么呀？怎么修行啊？很简单，修正行为啊，只要的行为是正确的呢，跟心相应的，跟真心相应的，不相应的就是你的执着分别跟妄想啊。也就是说我们学佛就是四个字，看破放下。大家要牢牢的记住啊，能够看破不是理通了，能够放下不是不爱了，而理是不爱了，理通了事情就没有障碍，事就是事相。也就是说忏悔啊，整个佛法修学都是忏悔啊，着相就生烦恼啊，从一切向上回过头来啊，就是精进啊，就是自在啊。所以真的忏悔啊，从着相开始啊，着一切相啊，就是烦恼啊，痛苦啊。忏悔就是让我们把一切相都看破，在一切境界里面不随境界转啊，就改过呀。一切都是着相的过，着相是什么烦恼啊？整个佛法修学就是忏悔，就是看破放下，就是离相
所以我们无始劫来的妄想烦恼习气你放不下，你要能放得下，那就没有问题了，哪个法门我们都能成就。你放不下，就不能成就。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成就的，只有消业成就。同学们要知道啊，我们在长劫轮回当中啊，也不知道修多少万亿劫了，也没成就，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有业障。你修的不是能够带业往生的这个念佛法门，那么你修其他法门，业力障碍着你不能够解脱。所以说到现在我们还在轮回里面。我讲一个事例啊，你更能体会到啊。首先我跟大家讲，我讲事例不是啊对某个人的啊，也不是说你诽谤三宝，我哪敢呢，我到处赞叹三宝，让大家都能皈依三宝。但是事例啊，我在经典里面讲了很多啊事例啊，那么我是通过现实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修学当中接触到的这个事例啊，很现实的啊。大家通过这个现实的事例，你就知道什么叫娑婆业障流了。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了。你说老是念阿弥陀佛，极乐就有归舟了。所以我们劝人干什么呀？劝人断恶修善，断恶修善你就有德了，老是念佛你就有功了，功德了，不简单。五月初一，农历五月初一的时候啊，我接待了一位从河南平顶山市啊来的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女儿，带着她的女婿啊，还有几个同学啊，来参加我们的护国西斋的念佛法会。法会完了以后啊，就是初一晚上八点多钟，他到课堂啊，跟我们接待处的菩萨说想见我啊，就这样八点半多钟我见他的。其实我们寺院里面的规矩啊，九点钟必须要休息的，都要熄灯的，但是他说他很苦啊，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没办法，我就接待他了啊。这个女孩的母亲跟我讲说，这个说她的女儿啊，现在已经啊被业力啊病魔折磨啊四五个月了啊，他们去医院呢啊到处去看都没有效果，然后医生说你这个病啊，我们医学上没有办法，你应该去找那些世间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的办法，想办法。医生是疫病嘛，疫病就是业障病。医生告诉他找那些巫医神害什么的啊，去处理他的问题。后来，同学介绍他去啊，念佛堂寺院啊，他就到寺院里面呢，有一个居士的念佛堂。去那里面去念佛，念了很长时间也没好，然后那个堂主说了，说你啊应该去辽宁找谭林长啊，或许他能帮助你有办法。就这样，他的母亲跟着女儿女婿就来到我们这个道场。
专法会以后，我接待他的时候，那个女孩跪在地上啊，他母亲说，是一条蛇在折磨他。然后我就跟那个蛇对话啊，我说你为什么要折磨他呀？什么因缘呢？然后那个蛇呢就说话了啊，大家要知道啊，人和蛇变成一体的了，可怕不？那个女孩就变成蛇了跟我说话，我就问她，你跟那个女孩什么因缘啊？为什么要折磨她呢？那个蛇说了，是她爸爸打死了我，她爸爸把蛇打死的，就是今年春天的时候种地嘛，在家的园子里面种地，她父亲宣地的时候啊，春天地这硬了嘛，就宣地，然后就挖到一个老鼠洞，这个蛇在老鼠洞里面被挖出来以后，他母亲看到了说不让他杀，但是他爸爸呢没有听他母亲的劝告，把这个蛇杀死了。杀死了以后，这个蛇就在想一切办法报复他们家，最后就选择了他女儿，他女儿是平顶山市运管处的一个职工，是科员，大学毕业的，几个月没有上班了，折磨的。我问那这条蛇，我说你没什么没有找杀你的人呢？他说，说他爸爸呀，特别的孝顺父母。同学们听到了，他因为他爷爷奶奶呀，都是卧床不起啊，病很重，他的爸爸每天都无微不至的照顾孝敬他的父母，所以这个蛇说的，他因为孝敬父母，有善神护持他，我又到不了他身边，所以报不了仇。我说那你跟我说那个佛在经里面讲啊，佛说因缘果报轮回相续不断不灭，那你跟他爸爸是什么因缘会死到他的手里呢？世间人讲的路是随手，一眼一啄莫非前定，那你俩什么关系呢？会让他打死呢？蛇跟我说的蛇说，我跟他爸爸前世是夫妻。我说夫妻怎么反目成仇了呢？他说我们那个时代是父母包办婚姻的，父母包办婚姻。这个蛇菩萨说呀，我根本不爱他爸，我爱我一小孩大的青梅竹马的男朋友，但是我父母不同意，把我嫁给他爸爸了。我不喜欢他爸爸，跟他在一起，我不愿意看他，所以我天天想着我那个男朋友。有一天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就跟我那个男朋友约会去了。大家想一想，在过去那个封建年代，私自约会那了得，回来以后被他爸爸给发现了，所以他爸爸就用绳子把他的老婆勒死了。就是现在这条蛇他就因为前世去会了他的男朋友，他说我们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见了一面，他爸爸就不分青红皂白的给我勒死了。我说死了以后你怎么做又做蛇了呢？他说死了以后我做孤魂野鬼到处飘荡，我想伺机报复他，就是报复上，我已经等了千百年了，也没有报复上他。但是我的业力啊，这个做孤魂的业力业缘了了，因为我嗔恨，所以我就堕蛇了。同学们记住，他做蛇才四五年的时间，他爸爸挖蛇洞的那天正好是他结婚的日子。那条蛇跟他前世那个青梅竹马那个男朋友在一起结婚的那天，你看因果报应是好不爽，因为他爸爸就恨他俩在一起，
他做蛇了在一起，怎么那么巧呢？他把蛇洞挖出来了，他俩在里面入洞房呢。那两个蛇正入洞房呢，俩都被打死了。蛇说的，蛇菩萨说的。然后我就问他呀，我说那你找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不是亏的吗？他说我找她呀，啊，我不是害她，因为她是学佛的。同学们听到我要讲的是这女孩，她爸爸杀死的那个，因为大家都是戒杀的，断恶求善，现在杀生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女孩，我问那个蛇菩萨，这个女孩什么姻缘跟你呀？他说这个女孩前世是法师，是他们那个地方一个寺院的法师。我说不对，我说你胡说八道，你诽谤僧宝。我说我吓坏了，讲出家人我就害怕啊。他说真的。我说但他是法师，怎么变成沦落成这样了呢？他说这个女孩前世做法师的时候，她有一个毛病习气。什么毛病习气呢？上课了，她要洗澡，要洗手，啊，她洗要干净，净身又净手的，不是可麻烦了。她说，收人供养，然后来人多了上课她就高兴，人少就生气。这个蛇不是说的。说这个法师啊，身边有两个侍者啊，他说他是大德啊，大家都认为他是大德。我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法师的呢？他说我做孤魂的时候，同学们听到没有啊？做孤魂的时候听到法师讲过法，但是没听明白。等等，法师讲法他没听明白，然后跟法师结缘的今生法师跟他的父母都说眷属了吗？然后蛇菩萨说啊，法师你别投胎做人的，这回我就找你了，要想跟他再听一听。没想到这个法师做女人的，他把以前的前世的修行都忘了，都忘掉了，把前世的毛病习气呢带到今生的。什么毛病习气啊？这个蛇菩萨说了，他现在还有那个前世的毛病习气，洁癖。洁癖知道吗？洗，老洗。他丈夫说了，对呀，因为我不知道啊，我是听他们说的，我只是把他们说的叙述一遍给你啊，我不是要。我可不是诽谤僧宝，我是把这个事儿说给大家听。她丈夫站起来说：“是的呀，她今生我差点跟她离婚了，有洁癖，烦人嘛，啊，老爱干净，一洗半天，她洗手得洗好几遍也不出来，洁癖。”然后我就问她呀，我说那个，这个，那她父母跟她什么姻缘呢？这个法师的这个女孩的父母跟她什么姻缘呢？蛇菩萨说了，都是这个法师的学生，包括她丈夫也是她的学生。同学们能听懂吗？法师轮回做女人了，法师前世讲法的这些学生都做她眷属了，父母都是供养她的，丈夫也是供养她的，还有老多呢，都是法师的眷属。然后法师今生也迷了，堕胎谈恋爱，念大学的时候谈个恋爱，那个孩子叫王涛，那个男孩叫王涛。王涛呢，他们两个相爱，后来这个女孩就跟他俩分手了，好像缘分就尽了。缘尽了以后啊，这次他去我们那做法会，那个蛇菩萨呀，蛇菩萨明白了，蛇菩萨说我不想障碍他了，也不想障碍他家他爸了，我都给他录下来了，大家看着真实的。
舍菩萨说我也明白了，我也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不想再错过机会了。舍菩萨说，但是他身边还有众生啊，还有人，那可不是我了，跟我说的。然后我就想，我说那是谁呢？那个舍菩萨说，他自己说啊，就是这个女孩啊，今生谈恋爱呢叫王涛的男孩啊，家里可能是南方的。这个男孩也跟着这个女孩来了啊，叫王涛。我说你怎么来了呢？我说你去世了吗？他说我没死呢。同学们听着吓人不？我说你没死了怎么还能借他的身体说话呢？他说我没死也跟死了差不多。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的身体呀被我的冤家给占了。同学们听没听到？我们这身体，我们这人就是行尸走肉，这身体不是你的，如果你杀生害命造恶业了，你的身体就归人家了，就像你在监狱里面一样，你任人家摆布，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是不是你的身体的心的事，还是你自己说了不算了？这个王涛呢，他的身体哪儿去了呀？被冤亲债主给占用了，他的神识啊，就从身体里面给清理出来了。清理出来以后，他去哪儿啊？他爱这个女孩啊，他就来这个女孩身上了。他俩是一体的了，他自己说的。王涛那个身体现在还在呢，但是被别人用的。我们把它录下来了，然后给大家看。所以这个法师啊，在他前世讲课的时候，这个舍菩萨说的，他讲的不究竟啊，没有讲到明心见智性啊，也没有讲念佛成佛法门，所以他自己没有解脱，然后跟他学的这些啊弟子们也没有解脱，都成眷属了。然后他家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生猪屠宰场，老多猪了都来找这个法师了，给他折磨的睡不着觉，什么都干不了。什么原因呢？哎，这些猪鸡的是谁呀？都是跟他有缘学过佛法的。同学们听没听到？说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来真实义，你要明白了，他是谁呢？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觉，就是你自性，武则天都明白了啊！我们听经闻法的目的干什么？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是谁？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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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能念佛的能念之心。能念的心谁呢？就阿弥陀佛吗？可不可得？不可得。心无形无相，用它处处都是，觅它了不可得啊。对，作用有生灭，本体不生不灭。昨天我反复讲，让大家明白自性本体啊，通过外面的事项，通过外面的种种事项事物，你都能够悟入本体，本体就叫如来呀。所以学佛法的破迷开悟，开悟就是认识自性了，认识如来了。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不能够解脱，就是看你明不明本，达不达心啊。明本达心就出轮回啊，彻底认识我是谁。就问这一句话，我是谁？我是这个四大假合组成的那个透皮囊，还是我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的叫真常，叫阿弥陀佛呢？
释迦牟尼佛在教法里面讲得很清楚了，让我们明白世出世间法啊，世间法就是无常啊，出世法就是真常，真常是本体，无常是本体起用现象啊，相有生灭，本体不变。我们念无常还是念真常？大家说呀，念真常，念自性，念弥陀，就是念念与真常相应，真常是不变的，无常是变化的啊。这道理明白了，你就皈依弥陀大愿王了，个个往生极乐邦。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成就的啊，只有消业成就啊。我们看了、啊、大小乘的经论里头说的，见识烦恼消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消了，证菩萨的果位；无明烦恼消了，你就成佛了啊，没有待业往生的。都是消业的啊我们今天呢去消消看啊，能不能消了，好不好消？大家说呀，天天在那念啊，磕头啊，你不明白根本你怎么消啊？是不是中风禅师在开始里面讲的，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究竟不在外面呢？在起心动念啊，说我们想消业不容易啊，因为造业的缘太多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时时储尘，你不明白，不明白根本就时时接尘缘，是不是这样啊？你听到外面知了的叫你都生气，我睡觉了来来吵烦死了，是不是这样啊？那就是尘缘吗？你能不能够反观内照，本来没有知了叫你好好的，你能睡大觉？你妹呀、啊！你耳根就外面听听知了叫，你就生气啊！我得把拿棒子给他打跑啊！因为你的心，就刚才我讲的，就像海水似的，只要遇风它就起波浪。你心不是我起不起心动不动念，不是这样的啊！你在那一坐，什么都知道，能听到，能看到啊，能闻到。能尝到，能感觉到，这不凉风徐徐吗？阵阵吹吗？一会儿电风扇停了，热浪滚滚。都是的，不是不知道了。说六根死死在六尘境界里面，我们要不要结缘呢？这最重要的。结缘了就叫造业，业缘吗？要消业，不明白，不明白根本消不了业。禅宗的祖师大德他们说得很清楚明白，明心见性，见性起修，修什么？就修行为跟心相应。所以他见性明心了，他起作用是无念无住无相的啊，就是跟自性相应的。我们现在现前，我不是说大家，是我这个业力的凡夫，六根接触六尘，不但不能够了断尘缘，还怕缘接少了呢。你看出家师父为什么到寺院里看法师呢？我也不说话，在那坐着，法得人讲啊。看谁呀？看法师，看和尚。你看哪个和尚一天话可多了呀？没听说过，没看见过，一个没看见。
谁话多呀？我们这话说少了，那叭叭叭叭叭叭讲的净废话，干嘛呀？还进寺院来要电话？你家哪儿的？电话号码多少啊？没跟你联系呀？结缘吗？结人缘吗？啊！但是结法缘还好了，结人缘，你看，我们起心动念结人缘，结情缘，六根接触六尘就结尘缘，还消业障呢，天天结尘缘，结染缘，然后就烦烦烦，自己结的缘自己烦，这不是自己造烦恼吗？说我们要想消业障，难呢，不要说见思烦恼了，就是见思里面的，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这个相是最初的。佛讲三界八十八品，你要是有能力把它消掉，正虚陀洹果，小乘的初果。谁说正果成佛呀？不是儿戏，需要断烦恼。断烦恼容不容易断呢？哎，就好比说拿苍蝇拍打苍蝇似的，越打越多，是不是同学们？因为门没关上嘛，越打越多咋的？所以说小乘呢要持戒，要想烦恼除，就要把门给守住。要想苍蝇不进你房间里来，你要把门关好，门窗关好，防护措施做好，所以烦恼才不来干扰你。苍蝇代表烦恼，外面来的，你没把门看住啊，所以苍蝇进来了。说六根就是自性起作用的门窗，心通过六根来接触外面。要不要关门啊？对呀，同学们在哪儿持戒啊？哎，不知道哪儿持戒。六根门头作用处，两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在这设了一道防线的持戒，用戒律来遮止你对外尘的执着分别妄想，在这持戒怎么持戒呢？顺的境界我不贪，不生欢喜；逆的境界我不生嗔恚，不生烦恼。因为顺逆境界跟你心没关系，自心里面真心里面是没有顺逆境界的，但是它能够现出来境界你看凉风吹来的舒服，热风吹来了热死了，太烦恼了，这么热，你看你自性有没有热有没有冷啊？没有啊，这身处外缘有冷热，自性没冷没热，你不到热的地方去它不热，你不到冷的地方它不冷，你到冷热的地方去的是你感觉的，是你身体所处觉的所受的冷热，自性里没冷没热。怎么说这是自性没冷没热呢？你离开冷离开热，冷热都没了，心没有冷热了，自性没有冷热呀。所以自性没有顺逆境界，现在有了吧？我们顺境贪呐，逆境就是嗔恨呐，生气呀。所以我们就变成凡夫了。持戒的目的是让我们把顺境逆境通通的都放下，不住境界，所以说是断恶的。同学们要知道，顺境你生贪恋了也是恶，逆境你生嗔恚了也是恶，因为自性它没有善也没有恶，有了就是六道轮回，叫娑婆夜那流。
说关键的理由就是你起心动念就善恶了啊，善的得福你就享福，哎呀，作为作福的，今天想吃鸡就吃鸡，明天想吃鸭就吃鸭啊，是不是这样的呢？是啊，就是这样的呀，享福吗？嗯，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车子也好，女人跟着鸭群跑，嗯，好吗？享福。其实不知道，享福的时候也在遭罪，对不对呀？这是真的吗？享福的时候其实就在遭罪。你会享福，他说是快乐；你不会享福，其实你享的福是遭是受罪的。尤其现代人，哪是享福啊？整个是在折磨自己啊！真的折磨自己啊！寻找刺激，因为有福报吗？术士行善了，福报现前了，哎。花天酒地吸毒啊，有的那些享受都是非人的啊，不是人应该享受的，他们以为那是快乐。所以我们连善恶都不懂，还谈什么见思烦恼呢？那断烦恼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有能力啊，把烦恼见识烦恼最初的初相，就是88品，给它消掉，才能证啊西佛王果、小乘出果。我们看一看现前这个时期啊，能不能证果呢？这个时期能，不是我们啊，不是我们能证果的。为什么呀？我们时时生烦恼啊，人家是断烦恼，我们是生烦恼，人家看破放下，我们偏偏要得到更多。佛教现前存在的问题，我不是诽谤佛法佛教，就是我们大众存在的问题，就是对立啊，别说见识烦恼了，就是我们在斗争。佛教内部存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不和合，团体团体之间不合格，人与人人之人与人之间，道场与道场之间都存在的问题。我说我跟你跑是什么意思？哎，让大家都共同的来，啊，维护三宝的形象，赞叹三宝，啊，从我们在家学佛同学一定要合格，啊，哪个道场都是如来的家业，都是三宝在。演说法真中表法的啊，所有的道场我们都要平等的来护持，平等的赞叹啊，不可以啊讲道场的是非，讲出家人的是非啊，破坏道场形象，就是内部不有问题的也不该我们说，我们也不能说。为什么呀？哎，都是凡夫，还没成佛呢，能没问题吗？否则我们内部乱了啊，所现出来的不是佛教啊，是斗争。你说社会大众看我们佛教内部存在的分歧那么大，斗争，你谁还来学了呀？所以度众生呢，哎，就更难了。啊，说我呼吁成都的我们的所有护法菩萨们，还有同学们啊，一定要和和啊，不要分有分歧，不要搞对立啊，就是不要斗争啊，要正信佛教，拥护三宝。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啊1000年是正法时期啊，他们是严持戒律啊，
用持戒的方法能证小乘四果四相。那么佛灭度一千年之后就进入了效法时期，持戒不能证果了，人的根性呢大不如从前了，因为离佛远了，没有老师亲自来教你，那么我们成就的机会呀就渺茫了。佛教化众生要改变方式的就是修定，相法时期是禅定成就的，相法一千年，一千年之后众生的根性就像是相法时期比呢差了，又差了一大截。换句话说，这个末法时期修定不能成就了，修定不能开悟了。那么我看六祖坛经了，很震惊的。大家看到六祖坛经五祖传法给六祖，传衣钵的时候，大家说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怎么样呢？那个时候的人的根性倒比现在人好多了吧，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斗争啊？你看五祖传衣钵给六祖整个寺院爆炸了，是不是追杀六祖，还有那个骑大马的当地的居士也配合干嘛呀，你看争夺。那个时候五祖是佛菩萨再来的，六祖也是佛菩萨再来的，大家不认识佛菩萨。不，正法时期呀，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来教众生的，那个时候成就的人多，因为释迦牟尼佛直指人心呢，应机说法，所以说成就的人多。那么相法时期呢，有主持大德教我们修定，有高僧大德教我们修定。现在这个时期，我们大家说能不能定住了呀？我去了一次九华山，去了一次我想啊，麻烦了。现在为什么呀？最高的山峰，最高最高的山峰也上去人了。同学们能听懂不？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环境修定，最高的山顶上都去人了。我看那些同学们呢特别辛苦，拿着很高的香爬呀爬呀爬呀，爬到最高的山顶去上香。我问他在底下就大便哪边上呢，他说山越高佛越灵呢。吓人不？还有一个右身菩萨，有一个哪个峰呢，就是那个我记不住叫什么峰，反正我们走一大圈走上去，有个老和尚90多岁的他那个右身没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那右身搁地下室里面全是水，他那泡着他也没坏，那个地方特别清静，人都上不去，但是那人老多了，绿绿的，我看那些师傅们也没法休息，想就定不了。想修定的人什么样的呢？明心见性，见性起修，大家知道标准很高啊。为什么？见自性，自性本定。佛说的那劫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我跟你说话，我也该修定，你信吗？你在那坐着，你也是修定。为什么？听到听不到的声音，听到不执着，那听到听不到的声音，那不是在定中吗？听的禅在叫。禅在明，那你不动啊，你不就是定吗？我们哪懂怎么修定，你说现在你讲道理都没人听了，为什么呀？不想成佛都成精了。你笑，不想成佛的想成精，为什么？天天求鬼魅拜王娘求神拜仙的搞这些，他哪想成佛呀？就现在的人他破迷开悟呢，
你掰手指头讲你都听不懂。我跟大家交流就是掰手指头啊，一二三四五吗？五个长在哪儿呢？长在一个掌上吗？手掌上吗？一二三四五，啊，手掌是一，一能生五，五是哪来的？五是一生的，这是相，这是手掌，手爪子是相，手掌是体的，体又能生五个手指，五是一，一生五，你看五是一个体性现出来的，你都开悟了，看你的手掌就开悟了，你就悟到了。手法是能变，能变各种样，能变狗，能变猫，能变马，什么都能变。手掌不变，起用变化，本体不变，你悟到了。见手掌就是本定，见手指起作用不着相还是本定。那你我能悟到，能悟到，我哪能悟到？时时能觉悟，但是我们现在人根性差了，为什么往外面找？啊，菩提只可向心觅，啊，切莫心外去求玄呐。一切没心照的嘛，他哪找去呀？但是我们都上外面找去了呀。有的人还不想找，打着佛菩萨的旗号找什么？找财、找钱、找物、找缘，啊。找什么缘呢？找财源，找人源，找人力资源部嘛，找人力资源，啊，这是最可怕的。佛教搞成这样的，谁搞的？我们这些学佛人搞的。我们不懂得护持正法，正法就是正心，心正法就是正，法正心也正。学法的正心吗？心法合格吗？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说我们现前大众这个状况，啊，想修定，基本上是不知道能不能定住的，因为你不懂怎么定，怎么能定得住呢？啊，你手掌就好比是本定，起作用不离手掌，啊，就是时时刻刻在定中嘛。我们不没碰离开，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明白这个真相，我们往哪定呢？是修定了，在那坐着不动了。刚来的头几天，啊，我们那有一个修行人啊，他去我们道场报道的时候，我出门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他进官房了，去入定去了。然后这个一百天。我也没办法去见他呀，人家入定了，去闭关的。这几个月下来以后，他是女众修行的，我也没办法去亲近他们。头几天，我们那个执事来找我了，给他带进来了，说：“老师啊，有事找你，看我们这个同学出问题了。”我说他怎么回事啊？他说他闭关了。我马上想到了。你闭关呢？是你闭关吗？是我呀。我说你闭关，谁指导你呢？没有人指导我，我就想闭关。完了，我马上知道他着魔了。我说你闭关着魔了。那个执事跟我说，说他呀，是来我这儿挂单的，来了以后就想要闭关，后来我们那个法师就给他提供场所，那闭就闭吧，也不知道他什么档次。就闭去了，闭出来以后，电也不上了，天天跟我一起睡觉，活也不干，还发脾气，前一天还发疯一次，要我开导开导他。我说你闭关的时候是不是没定住，见到境界长相了？他说老多人都来找我来了，男的女的，什么人都有啊。我一听嘛，找麻烦了，找相了。我说你闭关的时候，你在闭关之前，你一定要来了解关什么呀，闭什么呀，你都不懂了你呀，那能不着魔吗？你见境界了，你看不破，放不下。叫住境界，
住在那个境界上面，那恐怖的境界你能不着魔吗？因为你害怕他吗？所以他着魔了。我说闭关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随六尘境界跑。说风声雨声不入声，声声不入耳，对不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我不管，我不管，知道我也不管他，管他你也处理不了，因为你自己都管不好你自己，能管了佛家大师？说你先自觉，先管自己啊，怎么看住念头，看住你的心啊心念，不让他随境界跑，要闭关啊。不是把自己关房间里面，窗门都挡上，窗帘挡上就闭关了，那不是啊，那叫蹲监狱，那叫。咱们那个修行人就这么关了，关出来以后不正常了。那天晚上我开导他，这些日子上殿了，正常了。我说把一切全部都放下，你看就像我手似的。啊，我手拿东西，能拿这么多，再拿不了了。你看到一切境界，顺境、逆境、圣境、恐怖的境界、地狱的境界，通通跟我手拿的东西一样。你执着跟我手拿东西一样，你找佛菩萨像也是跟我手拿东西一样，你找圣境。大家说我手里有没有东西啊？我手里现在有没有东西啊？本来有没有啊？对，本来没有叫空手。空手跟空心一不一样啊？你心在心叫空性，在手叫空手，空手才能够起妙用，叫妙手。你知道不？你看我给你拿妙手，拿这个，拿这个。拿这个都能拿，通通都能拿，都能作用，把它拿起来还能放下，叫妙手。你看空才能起妙用啊，如果有的话能起妙用。大家说我给你做示范啊，我这个我跟大家学习有点蠢，把我还有那个动手的东西，你看再拿东西能拿了不啦？那就叫障碍。所以说怎么办呢？作用无助，知道吗？把它放下，慢慢把它放下，这不就妙吗？说空性起用，能现一切相，能起大妙用。但是作用呢，无念无住无相。你看，你不时时起作用的，看见佛菩萨了，哎呀，看见佛菩萨了，天天长看佛菩萨的相，看佛菩萨咋的呢？看见佛菩萨你就是佛菩萨了吗？是不是这样的？看见佛菩萨你就是佛菩萨吗？是什么是？是不是的，没有。你天天在寺院里看佛菩萨，你怎么还做呢凡夫的事儿？怎么是佛菩萨呢？对不对？所以说看到圣境也别住，也不住圣境，因为自性没有圣也没有凡，空的。你看到佛菩萨你就高兴了，欢喜了，生欢喜魔。看到你的冤亲债主啊，妖魔鬼怪的，你就生恐怖了，就着魔了，着烦恼魔了。说现在这人修定，你看一看，还有一个人啊，他是也是修行人，在我刚学佛的时候啊，他那人特别好。受害的都是好人，为什么？他不明白啊。所以说佛者觉也，智慧也，就是明明白白了。多简单呢，佛就是一个彻底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人，是大明白，大智慧现前都明白了，我们是不明白。这简单不？这佛哪有迷信呢？一个是大明白的人，一个是不明白的人，跟大明白的人学就都明白了呢，还有什么玄妙可得的呢？啊，
而有些人就觉得不行了啊，觉得着魔了，癫狂了。那个人啊，他怎么学的呢？在一个寺院里面，他是看观音殿的。朋友们听懂了、啊、看观音菩萨殿的。冬天没有事儿的，他就冬天来的上课少，来同学少，他就自己在屋里面啊打坐修定。春天的时候，他就出定了。他出定跟别人不一样，他就到处走，戴个草帽啊，到处走。然后走了好几年，后来那衣服吧、啊、就像要饭的一样，车辆了，着魔了，就坐了一冬天就着魔了。那个人特别特别好，但是哎呀，世间的好不能代表真正的究竟明了。同学们要听懂没有啊？你光好人好心不行啊，要智慧啊。智慧能照破空相，能够明白真实相，这是最重要的。光做好人不行，因为好人的标准太低了。你自己因为你是好人，但是你着相你都不是好人呢、啊、着相你都是烦恼，哪是好人呢？说阿罗汉往上的，向上的才是好人，阿罗汉以下的不是什么好人。天人也不是好人，是好人。好人有好报吗？有好报。但是后来呢，因为天赋详尽的还要堕到那个三恶道里面受报，还不是好人。所以说正果以后才是好人呢。说我劝同学们要亲近三宝啊，要闭关呢、啊，要修行干什么的，要有人指导你，不能盲修瞎练啊。修定的、修密的这些人都要有人指导，没有人指导都会出问题的。因为你对那里面的教理教义不明白啊，就连我们读经都是的，很多人都迷要命啊。我们那个地方有几个老菩萨，他们在家里面读无量寿经读了是五年啊。有一天晚上他们打车从那个另外一个城市来找我啊，吓坏了啊，急急忙忙跟我说啊，说你快帮帮我们，我们要出事了。我说咋的了？他说我们今天去一个寺院啊，有一伙人跟我们说，说你们几个不要再念无量寿经了，应该念地藏经啊，你们得还阴债，得烧纸钱啊，还阴债啊，不还阴债，不烧纸钱，你们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他们就贪往生极乐世界，说那我们都读五年了，那就不让读了，读地藏经那能行吗？他们叫不准了，就打车来找我。我就问他呀，老菩萨呀，你读无量寿经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不就我老和尚要读无量寿经吗？我就读五年了，我们都能背下来，道都能背下来。我说无量寿经讲什么呢？阿弥陀佛四十大愿呢？知道？我说你们读无量寿经，没有把无量寿经的纲领掌握了。你学佛呀，你学了这么多年佛，你没有把佛教的总纲领掌握了，你看你学的可怜不？你天天读经，经里面说谁的你都不知道，然后人家一说你，你就跟人家跑了，人家几句话就给你全跑了，跑我那去了，找我的。你要是读无量寿经明白了，无量寿经讲贼了呀，讲你自信是无量寿的，无量光的，无量觉的，无量智慧的，讲你自信的，你还往哪儿跑呢？他说的跟自信不相应的通通打倒，他谁讲的跟自信不相应的，跟无量寿不相应的，不要管他。为什么？他不明白，误导人。
这五个老菩萨呀，读了五年《无量寿经》，后来你看，迷惑颠倒。我们天天念经，阿弥陀经说谁的呀？阿弥陀经是说阿弥陀佛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的呀？说自己的吗？不说阿弥陀经说谁呀？不是阿弥陀经是说阿弥陀的呀？阿弥陀是谁呀？我心是阿弥陀，阿弥陀就是我心啊。我们就是不往自己自信上去关照，总上外面去，往外面佛身上靠。外面佛还用说了呀？外面的成佛还用说了吗？哎，释迦牟尼佛法已经成佛的方法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天天听经读经念佛啊，一定要知道经里面说谁的，说明宇宙人生真相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啊，《大乘无量寿清净庄严平等觉经》，就是说我们自信起作用，平等觉就是它起作用，将自性的佛啊本体能够现象，能够起作用，将自己的总纲领啊目标没有不明确，那我们学佛啊不得利益，说想开悟啊，想修定成就，不可能的。说现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家人啊，要参禅开悟的难呢。出家人我们不知道啊，出家人都是佛回来再来的，我们在家的参禅开悟的啊，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也不敢乱说啊，但是机会很小很少，因为现代人不好教。最近呢，从国外传来很多邪教啊，我今天要讲一讲，让大家能够做好预防啊。我不知道成都这个地方是不是灾区啊，传来什么东西了呢？叫做心灵深层沟通，里面的项目叫加牌啊，叫什么什么，反正很多项目呢啊，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呢啊，我给你们提醒的，凡是跟心灵沟通的，打着中医还有传统文化的那个敛财的啊，要教你修禅定什么的，打禅机的什么的，不要去参加，最好到寺院道场来参加法事或者是佛七什么的啊。那些不是宗教活动场所，也不是念佛堂什么的，是世间的什么公司啦，什么什么那些文化传播机构啦什么的，那些人搞的那些事情不要去做啊。我是中间插过这一段，他们搞的是什么呢？商业的，因为他们带着商业的那个味道在里面，这不是纯正的佛法。我们去参加了，一是骗财，二是骗色，三呢让你着魔啊，有好几个着魔的了，我才知道。从台湾马来西亚传来的，大家不要崇洋，你知道不？不要因为外国的好啊，我们自己家就本有的啊，自家珍宝，自信吗？自信是佛吗？自信本来就有，别人说的是告诉你，释迦牟尼佛说讲法也告诉你，你有一个啊摩尼宝珠，时时放光，你要跟他相应，你要认识他。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明白真相，就是让我们知道你自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无量寿，无量光，无量觉，叫妙真常。没说别的，没要过钱啊。现在世界人民向前看，不向前看是混蛋啊。咱们可不能说混蛋，那混蛋就脑袋混了，知道不？像那个寡了的鸡蛋，不明是非，三个真假没瞅了。在广州特别嚣张，广州特别多，广州、福建、深圳、湖南、湖北、武汉、杭州、苏州、重庆、成都、沈阳、哈尔滨、吉林、贵州，各大省份城市还有直辖市，已经都有这种心灵深层沟通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什么？也是的，他们培训班的价位非常高，沟通一次，一个星期4500多学费。还有的是3000几百块的，还有的打着按摩的旗号，按摩一次388、788、1880，专门按大傻瓜。这些人这么傻，就是我很多人都是学佛的，还有大学生，还有政府官员。前几天有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正在打七，就是打闭关。我问他他们闭关干什么，也打坐。他们的理念跟我们佛教的理念不一样的。他们打七，就是闭关39天、49天的。他们宵夜怎么宵，你知道不？那个老师拿个大板子扔在地上滚打滚。人家宵夜上是起心动念不随境转啊，念佛诵经啊，禅定打坐，宵夜上不让心随境转，生执着分别跟妄想。他拿板子扔在地下滚，和滚把别人都滚掉，吓人不？这是我插播的这一段，希望我们同学们互相转告一下，好不好？你别上当，因为他的教材吧，他教材3万多块，两本书还有光碟，3万多元。有个小女孩，贵州的，她花了7-8万去学这个着魔大法，花了7-8万块钱。现在还有5万元外债呢，人已经被沟通的走火入魔了。所以现在这个时期，要想禅定成就的，咱不知道，着魔的倒是挺多的，练法轮功邪教的那些的很多，还有自创法门的。刚才内蒙古的同学说了，他们叫小和尚啊，就修小和尚那个什么法，说小和尚里面装了什么大悲咒啊、心经啊，就是往生咒啊。药师观点真言呢？这小盒里面装这些修法，说按照小盒这个修法就能修成佛了。有这样人傻不傻呀？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说咱们还按照小盒这修法就修成佛，这可怜。所以我想呢，我的愿望是到处去弘扬。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加入我们那个弘扬正法的行列，抵制邪教，和泛滥，因为他害的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说我们就按照世界人的这个理念说的，谁愿养起的父母兄弟姊妹子女遭魔啊，被害被骗啊，愿不愿意啊？不愿意你就别弘扬，别去那个亲近那个恶知识，亲近邪知识，你就要去正法，开正法眼障，破无明贪嗔。你不辨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谁叫你都去
那不麻烦吗？一个人着魔，全家灾难；一个人成佛，九如升天。你看差别多大呀，是不是？一个人觉悟了，九族都跟着升天了；一个人着魔了，家族都不安了。我把那个这个贵州的小女孩啊，就是学这个法的，给她实况录下来了，讲的。我们这次回去以后啊，就给她刻成光碟，到处散播，让大家能够明辨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保证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路上能够一帆风顺的。在这个时期啊，修定了，我们是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啊，但是我们呢，就是我们现前我们大众，包括我自己在内，能不能定住呢？因为不明白这个什么是定，怎么能得定呢？就是不明理，怎么能得定呢？怎么办呢？老实念佛，念佛是禅，念佛就是定，又方便又简单又快捷。说不要去参了，到处去找去了，找不到了。就是你参禅啊，你开悟了，四禅八定还不究竟呢。你想一想，何不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所以禅宗的开悟的大德，明心见性的大德啊，他教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谭虚老和尚啊，大家都知道啊，谭虚老和尚啊是成就者啊，他说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人参禅开悟，他没听到过，不但没见到过，听都没听到过啊。这个话呢是老和尚说的，参禅得禅定的没见过，听说的更不多了。参禅得禅定没开悟，但是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得禅定没有开悟啊，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他将来死了到哪里去呢？得禅定的人升天啊，看他功定功的浅深，定功浅的没有离开欲界。我们知道欲界第三层叫夜魔以上，夜魔都算化乐，他化这四层天都要修禅定。那个禅定的功夫浅深不同，你生的你生在哪里成天，但是呢这个禅定说老实话都没有成就，还没有彻底的超越。真正的禅定成就不生欲界，生色界。四禅八定生色界无色界也出不了六道轮回的，所以说我们就别耽误时间了。禅定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就超越轮回了。谭虚老和尚啊，他往生的时候啊是九十多岁的，他一生当中一个开悟的啊也没遇到啊，你说这个事情啊有多难啊，同学们。所以末法成就的只有净土啊，和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要想当生成就，
没有念佛求生净土啊，说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处，就告诉你我们愿想今生成就，摆脱生死轮回，超越法界，只有这个净土念佛法门。这是中峰禅师对我们众生的慈悲开示啊。佛在大集经里面讲，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待业往生啊。但是待业呀，古大德说的很多啊，待业习的种子，不待习气啊。习气呀，就是已经作用的，像我喝酒，我喝酒，喝酒就是习气，能不能往生啊？我是一个酒鬼，天天喝酒能往生吗？心里就想着酒啊，手里拿个酒瓶子，一会儿一口一会儿一口品着酒的味道，然后果报是迷迷糊糊的，能往生不了？带着一息往生不了。我想喝酒，但是我没喝，有这个种子在八十田中，但是我念阿弥陀佛，我能把那个业习的种子给降服住，不让它起现行。一想喝酒了，我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往外边走，我不往超市去，我不去买酒，因为我念阿弥陀佛了，念头转过来了，我奔超市去，酒没买家的喝什么呀，对不对呀？光有个烟没必要缘，缘给它断了啊，用一句佛号把这缘给它断了，刚起有这个刚有种子，刚起现行就转过来，没让它形成习气呢啊，这样就能够带业往生啊。要知道带习业习种子，不带习气啊，像抽烟的人、喝酒的人、爱吃肉的人，通通都是习气，这些习气就会障碍力啊。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带旧业不带新业啊，这个是麻烦了。我们天天在造业，所以我们念佛往生就没把握。什么人有把握？不造业的人有把握。不造业的人，他的业习种子没有断，那怎么不造业呢？啊，中峰国师在这个法事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细念啊，一心细念阿弥陀佛啊，我的念头啊，里头从早到晚昼夜不断。我们每次去参加法会啊，去到各地呀、啊，邀请我们去一起学习啊，就是做这个念佛法会，在结束的时候，我都领大家念啊，印光大师开示。印光大师呢，就告诉我们：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啊，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带来，亲自来教我们这个念佛方法的。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啊！除了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外，其他的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这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成佛呀，哪有那么容易的呀？昨天我跟大家不讲了吗？我们是在六道的人道里面啊，人道里面呢，这就有三苦八苦，有无量的诸苦。人道里面就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而我们在这苦里面呢，还要找乐啊。这个世间就是苦的，我们要找乐。每天拼命的在寻找快乐，在制造快乐啊！你说可怕不？
这个世间到处都是苦，我们还找乐，然后找到那点乐吧，还享受那乐，执着那个乐，又怕有苦，所以执着世间的乐了，不知道苦了，想出离难呐。他不知道本来没有苦没有乐，佛就告诉我们要回到本来无苦无乐之境，那就是极乐呀。说我们从这个人道里面想回头，回归自性成佛，不容易。那么在天道呢，享福更不容易了。三恶道呢，闻不到佛法啊。你看那动物啊，被我们买了放生了，我们有个人还呼噜呼噜念念得了，啊，还不按照放生仪规给他好好念念，好好听一听，听明白无明原行，行原识，行原明，生明善六路六缘处，哪来的烦恼啊？哪来的轮回？哪来的苦呢？无明来的，不觉来的，他哪知道啊？你看他那个知了一直在叫，从六道里面想回头，想解脱，不容易的。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呀？就是看破放下不容易。但是有一个最容易的，啊，就是我们净土涅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要是跟这个相比，啊，这个涅槃法门是太容易了呀。中峰禅师给我们讲的有一个什么程度了呢？自是不归归变得，五湖烟景有时增，黄金璧昼夜长垂，每许闲人独卫。你得念佛，念佛，念佛，念佛自然得。自是不归归变得吗？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往上成佛呀。回归自信啊，念自信，自信就是佛。一念回光而一往，究竟不拘心外，分明自在目前。心佛及众生，四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去九后，空空无大千。一念阿弥陀佛就是觉呀。一念阿弥陀佛，色声香味触法，财声食睡名闻利养贪嗔痴慢疑，通通都没了呀。名闻利养财神名食睡贪嗔痴慢疑色声香味触法，通通都是梦的。一念阿弥陀佛，梦就醒了。啊，这个方法是太容易了。这个方法就是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啊，同学们，知了在叫呢。我拿它说法，你听着。知了的叫声是知了本体发出来的，也是知了的自性起作用发出来的。它发出来的声音叫妄想，听见没有了吗？它不发声音就没有了，不发声音那个知了是不是也死掉了？大家说，没有死掉。它为了让我能跟大家说明白，它就不叫了。一会儿就叫了，啊，一会儿他又叫了，哎，他能作用的本体呀，没有随着他的叫声而改变。叫声有声业，本体不生不灭。你看就叫了吗？知了的叫声和我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啊。好比我就是这知了，我现在就在说话，就在叫。我能说话，我还可以不说。说话的声音就叫妄想，妄想是由真心真性起作用现的，真性不变。但是起作用现的妄想呢，声音呢，哎，当初生谁处灭，了不可得呀，啊。所以说那个念头啊是妄念，你执着它也变，不执着它也变。所以说妄念不可得，不可得要不要贪它呀？要贪呢你就是傻呀，傻就叫愚痴，叫愚昧，
叫无名呢、啊？我们不叫破无名吗？除掉这个愚痴愚昧吗？说无论什么念头，念头起来之后，立即就归到阿弥陀佛那儿去。这是古人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是迷，什么念头都是迷，都是妄念，都是妄想啊。那么念阿弥陀佛是不是妄想妄念呢？是，告诉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跟我念的，跟我念贪嗔痴的念头是一样的，都是妄念。你不要因为念阿弥陀佛不是妄念，也是妄念。但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妄念呢，它是念自性的，跟自性相应的。自性起用念自性这个相应法，阿弥陀佛佛号是法，法是念心的，心生法，法是心，心法合合，二而不二，是一如。这就叫什么？念净土。如果你一个真心本性起作用生妄念是贪嗔痴的，贪嗔痴是染污啊。你看你贪了，你杀了，你杀盗淫妄了，你造十不善业了，那有果报。果报是恶的，是地狱恶鬼畜生。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这法，阿弥陀佛佛号是法，把你贪嗔痴的念头给你断掉，给你分离开了。一定要知道，你学佛学法吗？什么是法呀？咒也是法，佛号也是法，经也是法，禅定也是法，通通都是法。法干嘛呀？法帮助你啊，恢复清净心，恢复自信，明白自信啊，用法来破掉你对六尘境界的贪嗔痴啊。所以，当念头升起来是。与自性不相应的，你自己自觉，自己觉察到了，这个不能生，啊，生了以后有后果。念阿弥陀佛有也有后果，什么果啊？即因即果，啊，就是极乐果。念贪嗔痴也有果，也是即因即果，三个道的果。所以念佛号也不能执着。有很多人说我一天念十万声三万声佛号，还给你讲呢，你看我多有修行啊，一天念好几万声佛号，有什么修行啊？不能把贪嗔痴十不善业这些毛病自己改过来，没有修行。改过来就叫修行啊，修正了嘛，正就是没有这些烦恼习气了啊。是一念多少万声佛号，一声都没有，一一都没有。我念十万声呢，那是教化人给人提醒的，自己不能执着。因为什么呀？当初生随处灭，哪了十万声三万声呢？都是方法手段，要明白。我们要转得快，要快转，不能让你的妄想相续啊！念头刚起来，第一个念头起来了，第二个念头就阿弥陀佛啊！你只要一发现，你的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啊！细念就是这样的，细念呢、啊、像绳子一样把它系住。你看那个马呀，还有那个牛啊，大家说要不要把它绑起来啊？绑在柱子上面啊？不绑起来就飞了，就跑了啊！细念就是说把它绑起来。就你心生念头啊，心生念头，念头要来细心啊，念头要念心啊，要细念。你看那个大师之菩萨那涅槃圆通章讲得很清楚，如母一子，子母相依啊，要开悟啊。什么是母啊？本体是母，母是不是母亲那个，它是比喻说的，就像妈妈念儿子，儿子念妈妈一样的。为什么呀？为什么妈妈要念儿子呀？儿子是妈妈生的啊，说妈妈要念儿子
儿子是妈妈生的，儿子要念妈妈啊，因为没有妈妈没有儿子，你看，你就明白了吗？母亲代表本体，儿子代表本体起作用生出来的。你看，母亲是真，儿子是妄，妄要念真，真能见妄，真妄是一还是二啊？真妄是一，不是二，这叫细念。说你心生念头啊，要念心，你念头是心生的呀，生什么呀？佛说你生的不相应，就是六道十法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到佛法界是相应的，是圆满相应的。那三法界还不相应的，还有还差呢。菩萨还有一品无名的，六凡法界不相应啊。对，心生念头跟自性不相应了。同学们要真相信有果报，为啥要学佛呀？就是因为不觉悟。为啥要觉悟啊？不觉悟造恶，造恶业有果报，跟知性相悖有果报，真有果报，不是假的。明天我上午就多讲些事例给你听啊，让你了解果报，了解释迦牟尼佛在教典中给我们讲的佛说小乘大乘经典都没有离开因果报应四字。我们如果不相信因果报应，我们是没智慧。不老是念佛，你就是愚昧的。你把你自己就送到了，又到轮回里面去。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想到啊，如母一子，子母相依。那么大师之念佛圆通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要学啊，别说妈妈的儿子啊，是本体起作用，不离本体。母代表你的本体，代表我的自性本体啊。他生念头代表子，子母相依，说儿子要听妈的，念头要跟心相应，要子母相依啊。子不离母，妄不离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念都念真，不离真啊，念念重新起，念佛不离心，就是这个意思。离心，离心去哪儿了呀？啊，心追逐外面的境界啊，走背真向北，导入到轮回。说细念呢，像绳子一样把它系住，就系在阿弥陀佛那里。你要真正能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恭喜你，你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我们想想看呢，谭虚老法师常常讲的故事啊。他的老师地贤法师啊，就是收的那个徒弟叫郭如教啊，他不就是一心系念吗？老和尚教他这个方法，他真干啊。老和尚教他的方法不难啊，难的是在持之有恒啊，难的是真干。就那么简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正的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累了没有关系，好好休息啊，精神养足了起来接着就念，身心世界啊，一切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他念了三年啊，念了三年多，人家就站着走了啊。地贤老法就赞叹了，佩服了，说他是真成功了。地贤老法上赞叹他说了，天下宠灵道场的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讲经说教的这些大法师也比不上你
怎么成功的啊？细念法师他落实了，他做到了，所以后面的两句也说，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我们现前的啊末法时期的这个众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佛教导我们的。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我们能成就。所以印光大师啊，出现在这个时间，教我们修行人啊，了生死出三界，他教人，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啊，教我们住小庙啊，同学共修的不要超过20人啊，有个小小的念佛堂就行了。念佛堂里头不需要任何的陈设啊，庄严不需要的，只要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或者西方三圣啊就可以，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啊。为什么呢？一心洗念。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学习中空禅师的开示，学习祖师大德的啊教诲，我们要记住，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前的这个环境。我们生在什么时候啊？末法时期，就是离释迦牟尼佛已经2000多年了，离佛远了。那么我们要听佛的话，断恶修善，修净业三福，老实念阿弥陀佛。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能老实念阿弥陀佛，你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只不过你阿弥陀佛起作用跟你阿弥陀佛不相应的。人家弥陀念弥陀，我们弥陀念外尘境界着了魔，我们着魔的也是弥陀起用啊，只不过迷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心本，明白本心，本心起作用要跟本心相应，这样弥陀念弥陀。我们是弥陀起用念六尘了，生执着分别跟妄想了，然后着了魔了啊。所以佛就说了，佛的性跟魔的性是一个性啊，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迷了是众生，觉了也是众生，是觉悟的众生。说方法很简单，道理也不是那么难懂啊，因为我们把它搞深奥了啊，我们把它搞深了，听懂没有啊？那天我在家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就这么说的，很简单啊，大家说，我们头顶上顶的头发是哪来的呀？头顶上顶的头发哪来的呀？是不是身体里面生出来的呀？是不是啊？生出来的头发能不能回去了呀？回到身体里了呀？能不能回去了呀？大家一起说，身体里面生的头发能不能回到身体里了？你们说的不能，是不是？那么那它是身体里面生出来的，它叫什么呢？那个头发叫什么呢？就叫妄相，身体现出来的妄相。头发会不会掉啊？你从小到现在掉多少头发你知道吗？不知道，就无量的妄相，它会循环的生啊灭，生啊灭。那个脑皮还是不是那个脑皮啊？你脑瓜子是不是那个脑袋啊？脑袋里面，脑袋叫本体，头发叫它本体起作用，起作用可不可得呀？不可得，因为你看的，你以为这个头发是你生下来那，还是你生的时候那个头发？其实不是了，早就换好几回了，是不是啊？哎，头发可以一茬一茬的就换掉了，但脑瓜壳是还那个没变啊。脑袋瓜是本体，头发是它起用现出来的假象。你要搞假象，就会把所有的头发都收进来，是不是啊？收进来有用没有啊？也没用，因为它生出来了都是妄想，不可得的。你要有所得，佛说了，这人就迷了。那你就守着你的头发吗？你死了你也守着你的头发吗？所以出家法师干嘛呀？通通全断掉。
你看身边人似乎口你都开悟了，为什么断烦恼见本性成菩提得快乐，我们这个有头发垂不见本体，出家法师就看到你就看到他本体什么样了，脑皮什么样了，是不？哎，你看到头发就应该看到脑皮、脑花壳，见相和见性，没有脑花壳哪来头发呢？是不是？没有心能说话吗？哎呀，就明白了，我说话也是我心，我听声音也是我自性，我闻香臭味道也是自性，尝苦辣酸甜是自性，知道冷热滑舌是自性。啊，知道善恶是非真假美丑，通通都是自性。走路是自性，拿东西是自性，全都是你自性起作用的。但是你要记住，本体不变，作用可以千差万别，妙用无边呢。说所谓的佛法无边，啊，这个是佛是万能的，就在此地，就是说你的自性。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是指释迦牟尼佛说的，是指你自信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要不要念自信啊？哎，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你的真心本性，念真心本性也就是刹那念尽恒沙婆。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念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无量无边的诸佛。你说这是不是妙法呀？哎，那么我们知道了净土念佛法门，当生就能成就，当下就能成就，一念乃至十念就能往生。这个你慢慢想一想，你关照一下，一念乃至十念。还有法界常身阿弥陀佛，我昨天晚上念了，回了宾馆，我恍然大悟，法界常身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是哪个呀？十法界里面呢，我现在我是鬼，大家说，我现在你看我的像是鬼，我的知性是不是阿弥陀佛呀？是啊，阿弥陀佛在哪里了呀？无所不在，法界里面的都是阿弥陀佛呀。所以说那个知了在叫的是阿弥陀佛，知性是阿弥陀佛。说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什么原因？什么意思呢？他身。他现在相是在法界里面，六道法界里面，但自性是无相的，自性是无二的，所以说我们就明白了啊，法界常身阿弥陀佛是谁呢？就是你自己的自性。所以说学佛要开悟，要明心见自性啊。那么明心见自性，我们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难，其实不难的。但是我们不用见呢，我们就跟大圣之菩萨学念自性，啊，念阿弥陀佛，念念念自性，这就叫极乐有归舟了。今天上午的时间到了，啊，我们一会儿，一直给我信息，你看我这一说爱讲啊，贪吗？当大家休息，实在是惭愧阿弥陀佛。好，大悲向上礼佛三拜，微信可以一拜，请起，再拜，请起，再拜，请起。好，感恩各位法师。感恩诸位菩萨，特别的感恩我们佛教会的大恩法师，还有我们白云寺的所有的发心齐天道场的义工菩萨、护法菩萨，给我们一次跟大家交流学习的这个法人啊，墨学很惭愧啊，暂时不浅，对佛法的认知呢也不是很究竟的，只是呢照耳相科。啊，更多地方还帮各位法师多多提起，我们一个愿望啊，就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样，愿大家能早日的破迷开悟，个个都能够断恶修善，老实念佛，我们同愿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谢谢大家。